近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每一场都很重要。Yes，sir。哇，这个球啊，直接被判定也出棒过半，打击的张志豪遭到了三振，写成一出局。直插球压低就很有引诱性。这棒子完全收不回来。林彦峰上来之后啊，所投出的第一次的三振。打架轮到的是第三棒的王胜伟。王子王今天在前面四次的打击，有一支安打的出现。这个球询问一下一垒审，也判定是触棒过半。要球一坏球，这个球蛮有技巧的打法，然后右外也落地形成安打。王胜伟这个不行，他认为哦会被接杀，第一时间呢也没有想努力的去跑。太早放弃了，结果是一支安打。他想说大概没机会了，没想到右外野手守得还蛮深的。敲出安打之后，站上一垒垒包。打击轮到的是第四棒的恰恰彭正明。今天恰恰在前面四次的打击啊，两个打数没有出现安打。现在也是有机会啊，来当英雄。九局下半后攻的兄弟象队，五五转身牵制一下。我郑达宏在本季了哦，这场比赛之前的主杀率是.286。这个球投进了好球带，目前一垒上面呢是联盟的盗垒王王胜伟，今年的盗垒成功率也很高啊，90%啊。郑达宏的阻杀率呢是.286。这个球出手打到的是右外野方向出界，我良好一坏了哈。事实上，只要那个 timing 抓得到了，是可以到的。恰恰的球迷当然很希望现在能够适时的给予一击。对。不过，牛哥林彦峰有不好对付的，两好球一坏球，现在球数也是领先，威棒落空。关键的时刻，三连掉了强打恰恰彭振明。哇，今天恰恰的打击啊，三个打数里面没有出现安打，这边又丢出了一次的三振，两出局的。又是用他的极品直插球，快速球有速度，当然他的直插球了哦，效果就更好。这个半局两个出局数啊，都是用三振来抓到的。都是用直插球了，两出局，一垒上有跑者，打击轮到的是第五棒的周思齐。第一个球稍微投高，周董今天在前面四次的打击，两个打数里面有一次的安打，另外还有一次的四坏球跟一次的高飞牺牲打。这个球出手，一垒边线的界外球，记好球一个。生涯对决林彦峰了，周思齐其实打得不错，十个打数里面呢，五支的安打，也就是今年呢对战的打击率呢有50%。刚刚的挥棒稍微顿了一下，应该是一个
变化球的对决。嗯，这个球出手又是本垒后方的擦棒界外，再记好球一个，两好球一坏球。林元峰的速球啊，其实也不好跟的。对，当你在等他的速球啊，怕的是一个直插球进，弹都失掉了。所以面对速球这么好的投手啊，打者真的要好好的研究他的配球习性。现在对于牛队来讲啊，当然是希望能够把比赛带进这个延长赛。九局下半，果然来了一个变化球，吊中了打者，挥棒落空。这个半局三个出局数啊，林彦峰啊连续 K 掉了三名的打者，要把这场比赛带入到延长加赛了。本季第八度的延长，休息一下。